内链优化，提高 CEO 权重与用户体验的关键。在 CEO 优化中，内链和外链同样重要。内链即同一网站内的链接，能够引导用户在网站内进行浏览，提高用户体验，同时对搜索引擎优化起到关键作用。一、内链的重要性。提高用户体验，合理设置的内链能够使用户更轻松地浏览整个网站，引导用户访问重要页面，帮助搜索引擎理解网页内容。内链有助于搜索引擎更好地理解网页上下文关系，从而提高网页的排名，传递权重。通过内链将权重高的页面传递给权重较低的页面，提高网站的总体权重。规划内链结构，在网站建设或改进时，应规划好内链结构，打破统仓结构限制，采用金字塔结构，确保不同主题或页面间有关联的内链，突出重要页面，通过内链引导用户访问重要页面，突出网站的核心信息，自然链接，避免过度使用内链，保持链接的自然性，以免被搜索引擎视为作弊行为。定期检查与更新，定期检查内链的有效性，去除失效链接，更新重要页面的链接。优化毛文本，合理使用毛文本，使其更符合用户搜索意图，提高点击率。内链优化是提高 SEO 权重和用户体验的关键。通过合理规划内链结构，突出重要页面，保持自然性，定期检查与更新，以及优化毛文本等策略，能够使内链发挥最大的作用。同时注意不要过度使用内链，以免被搜索引擎视为作弊行为。